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希腊的特点啊，我们再说一个特点，就是希腊的艺术呢，它有理想性，也就是说，它很懂得艺术不是直接描绘生活的，它应该高于生活。希腊人是一种理想的东西来雕塑他们的艺术品的。希腊人有很多动力，其实人都有很多种动力。第一种动力呢，我们说叫做为生活所逼迫而产生的动力，没有饭吃了，我要工作，这是生活逼迫产生的动力。第二种动力往往是为功利目的产生的动力，我好好工作得个什么奖。第三种动力呢，是为信仰而产生的动力。我们知道有很多传教士，他们为了传教是献身的，那是信仰产生的动力。第四种呢，是为理想产生的动力。希腊人就是为理想产生的动力，他们的作品，你都能从最朴素的地方看到他的理想性，因为呢，他不是生活中的类型，他是高于生活的。所以希腊古代有个神话，说的就是普罗米修斯，普罗米修斯要把天国的东西搬到人间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要说，天上有个理想的类型。人见到东西都是那个理想类型的复制品，所以他不要求人去描绘现实的生活，而应该直接描绘那个理想的类型。所以希腊的艺术品呢，受这样的哲学的影响，受这样的那个海上民族的那样一种冒险精神的影响，结果呢，就是他的那个艺术品呢，往往是高于现实生活的。这种情况有点像文艺复兴时代的米开朗基罗的大卫。或者达芬奇的蒙娜丽莎，或者古希腊那个断臂的维纳斯，这里面的一种韵味、一种美，这是超越现实的。他们是把美完善到人家再找不到第二个，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呢，那种艺术品呢就成为一种坐标，它让你呢向它靠拢。每一个女性跑到维纳斯那里一看，就觉得自己不如她美。每一个男性跑到大卫雕像下面一看，就觉得自己不标准，所以艺术品呢，就有一种功效叫做纠错，它向你指引的是理想的追慕。经过这样一种追问呢，它就向人指出了一个比生活现有的东西更加完善的、完美的一个方向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啊，希腊的艺术品呢，之所以能够让你动心呢，它是有原因的，在于它很神秘，它能够让你产生这种悬念。悬念是什么意思呢？悬念就是你看了一次还想再看，为什么你还想再看呢？因为它推向了极致的美，因为它在你心中有了驻留时间，这种驻留时间是种美好的回忆，你看了一遍就还想再看一遍。你去了一次雅典，你就还想去一次雅典。你在雅典的艺术博物馆里面已经看了很久，你还想再去，再去一次。为什么呢？悬念。人是很愿意亲近美好的东西，所以他还会去。尽管希腊的那些艺术品离你生活比较远，你去一次雅典也不容易，但是你还是想去，你上瘾了。为什么会去呢？为什么现在人要言必称希腊呢？也是由于这样一种悬念。悬念产生当然是有原因的。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东西特别好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品尝过真理的翅膀，无法再去消受无尽的反光。看到过希腊的极致美的艺术品，你就无法再去忍受一般的艺术品，你的品味提高了。曾经沧海了，就难为谁。所以希腊艺术品产生悬念的第一个情况，就是它真的非常好。好在哪里呢？好在它具有天性美、自然美、人性美、古典美，还有诗性美。所以呢，它都有，所以好。产生悬念还有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它有点神秘。好，往往不能产生悬念。你以为产生悬念的就一定是好吗？不一定。除了好之外，
还要有点雾里看花的意思。希腊的艺术品里面有那么多的神话，都是讲不清楚的，宙斯啊、雅典娜、希腊神话，在现代世界上留下了那么多的神话，这就是说里面有神秘的东西，有悬念。希腊的东西有悬念呢，还在于它耐看。比如我们玩魔方，魔方很好玩，有悬念，比较难，每次变出来的花样不一样。希腊的艺术千变万化，从这个角度去看呢，看出来今天是这个样子，从那个角度去看呢，明天又是那个样子，你搞不清楚，很有神秘感，又有神秘感，又美，又做得好，就会产生悬念。假如一个东西只是美，不一定，又美又有神秘感，一定也产生悬念。所以啊，我们从这么情况来看呢，悬念呢就产生一种东西叫做可望不可及，本身很好，又带有神秘感，这样呢就和你的心灵的产生保持了一定的心灵距离，让你感到可望不可及。这样呢，在你每一次去看它的时候，都会有新的感受。你去看希腊艺术品就是这样的，每次你去读它都是新的感受，差的东西呢，每一次去看都是一样的感受。这样的情况下就产生悬念，产生对于希腊文明的悬念，产生对希腊艺术品的悬念。由于这样一种悬念呢，就使得现代人老要去言必称希腊。归纳一下，希腊的东西很完美，又有悬念，又是新鲜的经验，然后在你心中呢，产生了一种言必称希腊的冲动，因为在你的心灵中呢，有驻留时间。心灵驻留时间的本质就是动心和动摇的对峙。心灵驻留时间的消失，实际上也就是艺术在你心中的消失。艺术品就是人类的一种爱的表达，一种理想的表达。它和人的爱情一样，也就是一种动心和动摇的对峙。当你爱上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喜欢它的是真善美的一些东西，它让你动心。当你动摇的时候，是生活中一些假丑恶的东西，让你感到反感，你就叫动摇。所以，心灵驻留时间的本质呢，就是动心和动摇的对峙。当动心占主要的情况下，你就会言必称希腊。当你的心中呢，动摇占上风了，你就没有心灵驻留时间了，甚至一点空间、一点时间都不给他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心灵驻留时间的消失啊，就是芭蕾舞的毁灭；放到爱情上，就是爱情的消失。我们说啊，希腊之所以产生如此之美的艺术品呢，它有一个原因呢，是它和海上民族有关的。希腊人是生活在海上的，是海上民族，有个美海呢，非常美。地中海上有个海，我们叫它什么？叫爱琴海。爱琴海非常美，在爱琴山上有个小岛，上面有一座奥林匹斯山。这个山呢，又有一个名称，叫做众神之山，它是宙斯住的地方，里面住的12个主神，包括雅典娜、赫拉都在里面。它坐落在希腊的北部。高耸入云是传说中的仙山神山啊，希腊人呢就认为奥林匹斯山是希腊的中心，因此呢也是世界的中心。环绕着山顶呢有座云门，据说呢是时光女神把守着。平时各种神呢在自己的地方上工作，但是当宙斯把他们召集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来了。从哪里来呢？有的从地底下来，有的从人间来，有的从海上来，还有一些从天上来。就来到奥林匹斯山了，开始喝酒。有一个青春女神为大家，敬酒。青春女神的名字一定要记住，她的名字叫赫伯，别的名字可以忘记。青春女神呢，一定要记住。青春女神呢，是为大家倒酒的，然后呢，就叫阿波罗呢，弹奏那个七弦琴。阿波罗呢，就带着他的几个缪斯啊，跟着他跳舞啊，他弹琴。也没有事呢，就跳舞。
然后大家就喝醉酒，喝得很开心，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呢，又开始工作了，各干各的。所以奥林匹斯山呢，它不是一个政治的中心，反而有点像是一个文化中心，一个娱乐的中心，不那么像是一个朝廷。就大家劳累了，就是把大家喊叫来喝喝酒，放松一下。奥林匹斯山呢，常年都是云雾缭绕，一年之中呢，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呢，都是被积雪呢盖着的，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，却是特别美丽的。山上生着各种树，有橡树、栗树、梧桐树、桦树等等，景色壮观。只要不是雪盖着的时候呢，就非常美丽。希腊最有趣的特点呢，它是由很多小岛组成的。最大的一个岛叫做克里特岛，那座岛呢非常美丽，在海洋上出现一个克里特岛。克里特岛的面积呢有8239平方公里，海岸线有1046公里。那个岛上也都是山，山地占上了85%以上。克里特岛干燥，少雨，全年只有60毫米的降水量，降雨量。从3月到10月呢，都是不下雨的，冬天却下点雨。总的来说是热带性气候，比较热，但也不会太热，比较干燥一点。因为在海洋旁边呢，那个干燥呢是比较稀奇的。如果是一个别的地方干燥，像戈壁滩、沙漠上干燥，那很容易理解。但是它在海上，它也比较干燥，那就很有趣。它上面呢生长的植物呢主要是橄榄树，因为橄榄树呢它很喜欢这种气候。橄榄树呢长得非常好，它也有一些古代的建筑，有一个建筑叫做克诺索斯皇宫啊，还有一个叫菲斯托斯皇宫，还有修道院、教堂。克里特岛呢现在有50万人口，现在整个希腊国家呢人口大概是1000万，其中400多万呢是住在雅典，还有其他的500多万呢就是分住在各个岛上。像一个岛，一个大的岛上有50万人口，更小的一个岛呢，就1万人口，等于一个镇，一个岛。所以希腊人是活得很开心的，弄一个游艇，牵个狗，自己去游泳，穿着泳装，狗也跟着一起游泳，那是很快乐的。喝个啤酒，吃吃鱼。那个当代希腊呢，有三大经济支柱，一个是旅游业，一个是航海业，还有就是出口一些像橄榄油一类的东西。整个来看呢，他们过日子是很轻松的。你说旅游业无非就是消费一些旅游纪念品啊，旅客也不经常来买的，不买呢就是来喝喝酒聊聊天。但是旅游呢，在希腊却不同，在希腊当个旅游局局长、旅游部长，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，因为它是主要的产业。航海，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航海的。大多数希腊人呢是待在自己家里啊，那航海的人也去航海。比如说我们到希腊去呢，就会觉得希腊人的日子过得很舒服，无非就是喝啤酒、聊天、参观古迹啊，不知道他们钱哪里来的，而且还很富裕。那么这样一个民族呢，它和它的自然环境呢是很有关系的。在克里特岛上有个修道院，那个修道院名称呢叫做阿卡迪奥修道院。阿卡迪奥修道院特别有名，它在克里岛上很著名。它的著名呢，不是因为这个修道院出了很多圣徒，而是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时候，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那是在1866年的11月，那个时候呢，那座修道院呢，被人包围了，也就是在11月9号那天。那个修道院呢，被土耳其人包围了，里面呢有700多个妇女都在祈祷，还有87个男子也在祈祷，还有一些圣女就是修士，那土耳其人就打进来了。修道院旁边有个弹药库，然后呢，那个修道院长呢就叫一个年轻人去点燃了那个弹药库，结果就把修道院炸掉了，炸成了一片。等到那个硝烟过去以后呢，就发现侵略者呢，大概死去了4000多人，一片狼藉，还剩下一些活着的侵略者。然后再看修道院呢，修道院里的人也都死了，所以呢，这个阿卡迪尔修道院就大大有名，它是一个
抵御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。所以我们到希腊去旅游呢，就要去看看那个修道院。所以假如有人，尤其希腊人外国朋友来，你就要和他说，你们有个克里特岛里面有个修道院，他一听就很激动。在克里岛上呢，还有一些城市，有个城市叫菲尔托斯，那也是一个考古的遗址，也有一个皇宫在那里。那个在岛上呢有个建筑啊，比如说那个菲尔托斯皇宫不是很大，环绕一圈也不过43米啊，宽呢长是3米，宽呢是22米，整个皇宫面积呢大概9000平方米，现在没有了，只是个遗址。9000平方呢不是很多啊，9000平方米不是很大，但在古代来说呢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现在那个城市啊，菲斯托斯呢还保存下了一些东西，有一些壁画，有一些陶器，有一些文字，这个就代表它是个很古老的，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前的那个东西，所以特别有名。我们还来介绍另一个岛，那个岛的名字呢叫做萨摩斯岛。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克里特岛，现在我们来介绍呢叫做萨摩斯岛。萨摩斯岛呢，它是希腊爱琴海东南部的一个岛，而且是群岛，这里面也有几个城市，有个城市呢叫做毕达哥拉翁，这个城市就是为了纪念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，因为希腊语最后的语尾呢词尾呢有点变化，所以变成毕达哥里翁了，实际上就是纪念毕达哥拉斯的城市。另一个有名的叫一个地方呢，有一个赫拉神殿。赫拉是谁呢？赫拉就是宙斯的妻子。我们就来看，因为有了那个毕达哥拉斯，他虽然是古代，但是人们一直呢在纪念他。这里面也有防波堤的遗址，也有宫殿的遗址，所以很有趣。这个岛上另一个地方就是赫拉神殿，那是建于公元前750年，相当于荷马史诗的时期。神殿呢是在公元前670年的时候被洪水冲垮，以后又重建。那么重建以后，那个神殿呢宽呢是 11.7 米，纵深呢是37米，也不是很大。啊，但里面呢有个圆柱，134根圆柱。啊，经过历来呢也变成遗址了，所以我们介绍一下呢这个岛。